么了？有个事求你。什么事啊？这不朋友约我出去玩吗？我想要借你的车给我开一开。想要借我车啊？嗯。好，那我考考你的智商，如果说你能回答上我的问题的话，我就把车借给你。行啊行啊行，你考吧。佳佳那年10岁，她有一个弟弟叫小文，年龄是佳佳的一半。那么请问佳佳90岁的时候，她弟弟是多少岁呢？45。快快把车给我，把车给我。就你这智商还想跟我借车？对啊，怎么不对呢？90的一半不就是45吗？你这个智商还想跟我借车？借给你还不得给我整几个超速啊？一得一，一二得二。